我会打中锋了。这棒球有什么好看的？高虎能加分吗？或者说可以当换纸？尹科，捕手这么重要的位置，你不是我们怎么打比赛？第二球，我会守住初心。我已经答应你们放弃棒球了，你们还要我怎么样？安全上垒。我需要做什么？不需要你们的干涉。教练，让我上场吧。第三球，我会抓住属于我们的少年时代。你准备好上场了吗？韩束黑面膜，我们的少年时代即将上映。